事隔三年，我又到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——桃园机场。这次呢，我们与你分享 SS Family 即将前往韩国首尔旅游，你一定要带一个厉害的行李箱才可以啊！来介绍一下我的新旅伴，闪亮亮登场。这个是欧德玛 Z2S 新战神系列20寸登机箱。肤浅的我一开始一定先选颜色啦。众多的颜色之中呢，经过了重重的思考，我还是选择了我最喜欢的粉绿色玫瑰金。有点雾面的材质呢，非常吸引我，很有质感。而且啊，这个立体侧角座可以降低震度，耐刮耐磨。我知道大家最重视的就是这个箱子它到底好不好推，好不好拉。我们来看一下轮子。其实这有一个很专业的名词哦，叫做专利弹簧避震万向静音轮。360度旋转，滑顺到小朋友都能轻易上手。这个行李箱最让我惊艳的是，它竟然有一个隐藏式的一个杯架哦。当我们推着箱子行走时，杯子可以直接放上去，直接解放一双手，太贴心了吧！当然，它该有的基本功能也都有哦。TSA 海关密码锁，超好拉的铝合金多段式拉杆。前挂包扣，这可以承重2公斤哦，可以把东西直接挂上来粘住。在旅行中，如果你有伴手礼还是购物袋，都可以直接挂在这里哦。我们打开来看看，这个拉链真的超好拉的哦。就连20寸的登机箱哦，它也有帮我们做这个加大的空间。它整个收纳空间呢，会比一般的加大20%哦，这样我们才能买更多放更多。这两边呢，都各有一个小的收纳袋，非常适合把自己一些凌乱杂乱的小物品放在这里。同样的，这里的拉链也非常的好拉，收纳空间也不是问题，可以放下非常多的东西。20寸的行李箱，想要登机或是托运都不是问题，国内外的短程旅游也都可以带着它哦。欧德玛的行李箱被称作行李箱奇人，我的是名副其实，它不仅是颜值高耐用，而且非常棒哦。登机了 ，Go Go Go！ 韩国等我哟。韩国仁川机场抵达。我这么多天，欧德玛新战神系列 Z2S 的登机箱真的超棒的，下次有机会再带你出门咯。这个超棒的20寸登机箱，有没有人想像我一样带这么优秀的行李箱出门呢？喜欢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哟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别忘了订阅。